以下大部分游戏均可在酷酷跑平台下载，酷酷跑平台提供谷歌框架以及一键安装服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曾馆长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上古卷轴刀锋的实际试玩。上次我们在这款游戏里体验了它的 roguelike 模式，也就是这个深渊模式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这个主线剧情。上次我们重建了这个 town hall 这个城镇的市政厅。那么在录这期之前呢，我还完成了这个铁匠铺的打造。大家可以看这个铁匠铺啊，这是一级的铁匠铺，后面是可以升级的，可以不长这个样子。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这个铁匠铺的样子。然后我们也把铁匠，这边我们铁匠也要。那我们已经把我们之前的 fine 的这个铁剑，也就是还行的铁剑，升级成了高级的铁剑 superior 的铁长剑啊。我们可以拿这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角色。我们可以装备这把更高级的铁长剑。看看别的有没有要升级的。头盔还没有，好像没有啥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三个任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quests 是指支线和主线的剧情任务。比如说这边这个绿帽强盗，没错，大家没有听错，绿帽强盗啊，抢你绿帽子的强盗，简单来说就是。然后这个工作就是这种日常任务，这种小的日常任务之类的。然后挑战就是挑战，大家看。然后我们这边完成了三个挑战。我们可以接受这些奖励。然后一小时之后会刷新新的挑战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任务吧，我们去接个任务看看。啊，接一个这个工作，不是任务，任务是 quest。 我们接一个这个工作看看。工作可以在 townhouse 旁边的一块板子上找。说 townhouse 旁边有板子吗？进去看看，能让进吗？不让进。他说 townhouse 旁边有板子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没有板子。哦，这有个板子。OK， 在这里我们可以接任务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主菜单里接。不过我觉得走过去接比较有这么个仪式感。那我们接一个简单的吧，我们接一个火焰的需求。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天降啊，算了，我也不反应，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反应。天降要塞 Skyborn Hold 的这个地方收集六个火焰。火焰是什么东西呢？听名字应该是一种盐。至于这种盐能不能吃，大家还是问资深的老滚玩家吧。因为我虽然玩过老滚，但仅限于老滚五，而且啊，这个还没玩通啊。因为我对于怎么说魔幻题材的游戏并不是非常是我的这个类型。但因为现在手机上这个 RPG 实在是太少了，然后呢更别提科幻了，就是我也就只能选这个上古卷轴刀锋来玩啊。所以魔幻就没有关系。开始任务。好像每次进任务这个门的模型都差不多，貌似是这样。
直接用一个闪避把它解决，那个瞎子才过来。你打我呀！靠，这个人真的有，是不是有 bug 啊？现在找到一个药水啊 ，minor 没看错，是什么微小魔力值药水？小型魔力值药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火焰，这就是火焰。我们找了一个火焰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奶酪，奶酪不能吃，因为我生命值是满的。拿了个宝箱再走。前面还有个大宝箱，哥布林。直接烫死你，谁跟你那么多废话。这边有块肉，上面毛还没剃，不过我们就把它吃了，我们不那么讲究。像我们这种佣兵活在中世纪，除了黑面包这种玩意也没啥可吃。哎呦，他只是我们往这边，我们先往这边走，这边敌人少。这个断网了，我切换到流量，因为我家的 WiFi 实在是太差，这的 WiFi 差到连玩个游戏都会掉线，所以我还是换成流量。这个游戏的进度应该是会保存的很近的，我记得它有很多的这个保存点，所以断线应该不用太担心。你看，果然我们只要拿一下东西，然后刚才哥布林他也算进去了。但是呢，这就出了一个 bug， 什么 bug 呢？没声音了，哎，没声音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退回去再进来才行。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。OK， 现在又有声音。大家知道毕设的游戏发布的时候啊 ，bug 都很多的，而现在呢，甚至还没有发售，它还是个早期测试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吧？在这个抢先体验的毕设游戏情况下，这个 bug 啊，根本都不用怎么想，肯定有一大堆 bug 就对。这哪？刚才是我刚才眼睛不好使。那眼睛不太好使，没看到。这位大哥又要死一次，很不错。胡萝卜。这地方也没啥玩意，他在这边守什么东西，守两根胡萝卜，行吧，你爱守胡萝卜你就守胡萝卜吧。疯狂截图。这边有一大堆敌人，先引一个过来，万一我不知道会不会群殴，但是我很害怕。哥布林还是这个小个子还是好打。引过来，哎呀！你这不是智障吗？怎么回事啊？
感觉都，哎呦，群殴了，我天！哦，不是群殴，他们还遵循仪式，还知道打一个再解决。可惜他们都太智障了，这个 A 呀，哎呦！小老弟，不是我说，咋回事儿的？啊，都咋回事儿？我天！怎么都这样了呢？对吧？怎么都这样了？这些，我生命值都没怎么好，居然！我疯狂截图。留着封面以后备用，对吧？咦，怎么总有藏在这种桶后面的？不回头看我都不知道。你看这桶后面也有一个。这，真的我都不想说啥。这个敌人的 AI 呀。真的不行，这样子搞啊，没有挑战性。为捡垃圾大佬，还是要都捡。耶，我咋回来了？嗯，哦，这是出口啊，应该还有一个没找着。哦，他在指引。我要看看我眼睛瞎在哪个没找着。我天，又是在这个桶，为什么在这种桶后面总是看不见？我试一下，如果我从这边走下来，啊，那我真不太注意得到，除非我特别往这边看。终于找齐了。我们这期视频做两个 job 吧。来，我们再去接一个仪式感的方法去接。仪式感是什么？就是走过去，走到任务板里面去接任务。刚才那个太简单了，我们接个难的，现实的。这个 Morian 城堡的妇人，又是这个是收集双眼，双洞之眼。OK， 双洞之眼就双。他说我们宝箱满了，开呗，对吧？哎呦，绿的手护腕，还有材料。我们先把木箱子都开了，那些银箱子要时间，我们往后再开。这是一个策略。给点装备呗，像刚才第一个箱子多好。第一个毕竟是银箱，银箱里没什么好东西的。头盔，我拿到第一个头盔了，但是。OK 呀，我们，哇，这个地方看起来不一样。城堡，这是城堡，一看就不一样。
次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多漂亮啊！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先改一下装备，我们先看一下装备。解锁第一个头盔，把头盔戴上，看起来太丑了。然后拿到一个更好的这个皮手套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状况啊，这个状况越用可能是会下降的，就是耐久度简单来说。哇，这个场景的光影做的是真的好的。是不是漂亮？比刚才那个漂亮多了。这次别再躺在桶后面了，真的太烦人了。有俩，但是他们不会围攻。未知不过如此。攻击人了，好尴尬呀！本来很紧张的，如果就是你一刀毙命，他也一刀毙命，可以完成站桩的这个，好吧，无尽之剑本来就站桩，可以完成无尽之剑的那种感觉，我意思是。但现在吧，这个敌人已经太弱了。不知道敌人在干嘛。哎，你看这个宝箱，一定要所有的角落都去看一眼。这都是有个笼子，别的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。干啥呢？看我还怕了吗？难道我一滴血都没耗呀？你不要来搞笑好不好？真的。总算吃到东西了，不让人吃东西，否则。卷心菜。把这两个木箱子开。
倒是做得挺好的。就你也想弯腰。没啥。OK， 这就是今天的两个这个支线的支线，属于这种小任务、小任务、每日任务。那么我们下期可以开始进行主线。以下大部分游戏均可在酷跑平台下载，酷跑平台提供谷歌框架以及一键安装服务。